同長輩出嚟食飯，做節要體面。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嘅紫月軒推出嘅真味盛宴，有成八道菜，加埋輪住買嘅抵食價，實滿足到你啊！首先出場嘅就有脆皮白花乳豬全體啊！你睇唔睇到嗰個脆皮下邊咧係釀咗呢個手白嘅越南蝦膠啊，所以食起上嚟咧係脆卜卜又爽口彈啊，雙重口感 perfect。跟住出場就係紫月軒燉三寶啊！咁三寶咧就係呢個大連嘅白頭鮑魚啦，另外就係野生竹笙同埋日本花菇啊！咁首先咧就將雞啦、金華火腿同埋赤肉咧燉佢四個鐘頭，然之後再加入三寶燉到佢兩個鐘頭，原汁原味，唔會有味精啊！跟住我哋要試嘅 XO 醬翡翠桂花蚌炒帶子啊，有嚟自加拿大嘅桂花蚌啦，仲有北海道嘅帶子，最緊要係個 XO 醬係自家製噶，裡面有差唔多十粒嘅北海道瑶柱啊，超级抌本啊！加咗呢个 XO 酱之后咧，成件事好野味啊，真系。跟住我哋要试嘅就系呢个瑶柱菜胆水晶鸡啦。嗱，师傅咧首先咧就用呢个秘制嘅汤咧去将呢个鸡浸熟咗，之后咧再摆去冰水度，咁样就可以 keep 到啲鸡肉咧嫩滑之余够爽口啊！呢一个浓汤咧都系精华嚟噶，因为咧佢系一啲瑶柱水啦，同埋鸡汤咧煮到佢收咗汁之后咧，再将呢个起咗骨嘅鸡咧摆翻落去啊，浸翻暖佢先至上菜噶，啖啖肉，嗯，而且啲鸡好嫩好滑，真系好嫩好滑。除咗以上嘅菜式之外咧，其实仲有清蒸东星斑同埋芝士牛油焗波士顿龙虾意面噶，另外仲有两款甜品。特别一提就系呢度嘅杏汁炖雪燕啊，真系好足料。最紧要就系要留意我哋嘅轮住买抵食价啦。香港九龙东皇冠假日酒店紫月轩嘅真味盛宴，六人餐原价5488元。十二人餐原價10688元，抵食價全部66折，平均每人低至583元，限量各300套。新年想食得好，食得著數，即刻上輪住買 App 度搶電子飲食優惠券，即買即用。